今不会进库将全体包套，我的小改还个创作歌手米萨，今国际排中百家姓，因为今年进库将最佳行业专辑、年度最佳专辑、那最佳行业歌手三项大奖。百家姓那米萨对阿布泰的避免，那人性的探索，曲风那根据个人名家路线没强调，今年的就是蓝调，那欧良的送葬曲是变得很难生发，很难太淡。那记得林先生都是从台湾转出来，小小的世界，也都今年因为最佳行业转型奖。赶快节奏搭配自由，莫就到罕见个跳琴声，韩国有量就跳皮个歌声，蓝跳风格个神鬼，唱出按步调，大家人心管调度，像作怪想法。意思跳嘅时节，有动到事情，你总唔得拿出来讲，总唔得拿出来，就像每个人心里都有小恶魔嘛。百家姓专辑系米莎对其他百个暗部头观察嘅浓缩，歌曲嘅编排对上家、班家到下家，大家喜欢做下讨论，人家内心无同款嘅变化。班家嘅歌曲听起来会下，用曲风来讲，听起来会比较迷幻，就讲好像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咁样。哈呀嘅歌曲就可以是轻点轻嘅时节，我会测到讲哦，好像慢慢到那个时候，整个人都沉淀下来。当中一条中句，改成口水嘅歌词当中，唔单止批判人性，被巧妙运用，实现卡法当中富同富嘅发展。这是米莎对母语的诠释和再创作，这是一种新的经验。它其实有很多华语某个东西，就像字的谐音啊，然后不同的字同一个发音，大家都会讲，要感觉到这个语言的妙处，来下过会下来不生眠嘞，到现在才感受到这个东西。全世当中，大量来用爵士、浪跳、那欧良、松中、乐曲的曲风，米莎每跳出跳摆民谣创作的风格，开始搞入我。像这张专辑来讲，懂到点点的东西，要点点的东西就很适合用很跳的曲风来呈现。除了搞时间的入我，米莎每同林先生、罗时中、熊哈伟、台北市咖啡会小小的世界谱曲演唱。这张专辑是对经典创作家甘有明、宋丽红的故事来改编。轻快神似嘅歌曲当中，进入生命高级嘅意涵，展现出同台湾无同款嘅客家儿歌曲风。客家新闻超越节调期间，综合报道。